啊，可以見到現場咧，其實啲材料已經係進咗場噶啦。啊，呢啲係啲油漆啦，材料咧入到一層，全部都係鋪滿曬噶啦。咁啲泥沙咧都喺度噶啦。恒大的確係喺度做緊嘢，佢係需要啲時間，佢啲材料堆曬喺度噶啦。而家就等工人去安裝。佢每間房嘅飄窗咧，佢嗰個大理石啊，都已經放咗喺度噶啦，就差安裝。啊，每間房嘅進度咧，基本上都係油咗漆。但系咧就未由第二浸嘅，呢个主露台都系铺咗呢个地砖噶啦。听日开始就会开始铺呢个主大地面啦。佢大地面嘅意思咧就系将呢个客厅、饭厅啲地砖地方铺埋噶啦。有唐山，咁咧我哋中山、珠海、江门三地探友团出发啦。咁咧我哋逢礼拜六系啦，两日一夜，行程非常之丰富啊。我哋一般咧喺呢个香港集合啦，或者香港旺角地铁站。有呢個直通巴集合嘅，咁咧睇完第一個樓盤咧，我哋晏晝會有呢個特色嘅農莊午餐，非常之豐富，哇，係啊，正！咁咧就可以享受當地嘅特色美食啦。咁咧睇完呢、這個盤之後咧，下晝我哋會繼續睇樓盤嘅。咁傍晚咧，我哋會去呢個江門嘅四星級酒店，咁咧有呢、這、一個包埋酒店啦，包埋晚餐啦。食完晚餐之後去浸温泉，浸完温泉嗰晚仲可以燒埋烤，行程非常豐富啊！咁第二日仲有呢個自助餐嘅早餐啦，第二日嘅晏晝啦，咁咧傍晚時段睇埋中山嘅樓盤咧就會回程噶啦。咁行程可以講係十分之豐富啊！大家如果想喺大灣區睇樓嘅話，可以係啦參加我中遠睇樓團，包你滿意。好，大家好，我是 Nico 啊。咁今日咧就嚟到呢个恒大帝景啊。咁相信好多业主咧都系好心急，因为恒大帝景咧原本定嘅时间咧系五月呢、这个月底啦，五月31号收楼嘅。咁最近咧就收到通知啦，恒大咧就出咗个通知系会延迟收楼嘅。123号楼嘅业主已经出咗通知噶啦，本身原定系5月31号嘅，但系而家就将时间推迟为8月31号。咁2号、3号楼咧就会顺延，一直推迟啦，去到10月31号嘅。4、5号楼之后咧就要去到12月份嘅。咁而家我哋入去睇翻佢现场一个工地情况啊。咁今日咧就已经系开咗门俾我哋入去拍摄噶啦，都系特殊申请先俾入去嘅。正常上次我哋带咗睇楼团过嚟，都系唔俾去入现场。嗱，今日咧就。我哋申请咗之后咧，佢就俾我哋入嚟大概拍摄下一个内部嘅环境。啊，可以见到现场咧，其实啲材料已经系进咗场噶啦。啊，呢啲系啲油漆啦。啊，仲有呢边仲有几箱嗰啲，唔知系咩嘢？睇下头先。呢啲应该系啲地砖啊。系啦，地砖，地砖同呢个油漆都入到嚟啦。咁现场咧都好多，基本上啦系。入材料咧入到一层，全部都系铺满晒噶啦，咁啲泥沙咧都喺度噶啦。目前咧最主要讲工就系讲翻呢个一栋一单元，一栋二单元嘅，咁就预计时间咧就系推迟到今年嘅8月31号，原定系5月31号，但系而家咧就定到系8月31号啦。嗱，咁楼上咧都听到有工人喺度施紧工嘅。啊，内源其实佢保持都。几好嘅，因为内园咧一直啲绿化，我之前有批业主出咗嚟咧，都系睇过成个园林嘅绿化。当时就入咗门口，但系唔俾入嚟内部。但今日咧特殊申请咗入嚟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将呢个信息先放翻俾大家睇一睇，俾大家放心少少。因为而家咧恒大的确系喺度做紧嘢，佢系需要啲时间去
争取翻呢个保交楼嘅，啊水泥已经堆满晒喺度啦。OK，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去楼上睇一睇一个实地嘅情况。啊，咁而家咧就入到嚟呢个一号楼嘅，我见到其实地下咧佢就暂时系未做清洁，而家因为而家系施工状态啦。咁电梯都已经装好啦，我哋等阵就会坐电梯上去上边嘅楼层去睇一睇一个每个楼层嘅一个单位。咁大堂其实都做，大堂呢度其实都做好噶啦，吊顶灯都做咗啦。OK，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呢个系18楼嗰个楼层啦。咁18楼呢度咧，瓷砖呢度就已经黐咗啦，公共区域嘅瓷砖。咁咧再睇翻房间啲情况啦。呢、这个门框咧佢就已经做咗啦，但系呢度应该都系仲有啲手尾未执好啊。咁睇翻呢个政府个大门未装嘅，但系啲材料咧，我见到佢呢边系已经系配咗喺呢度啦。嗱，呢个应该系嗰个门嚟嘅，系好实正个门啊，嗰啲材料堆晒喺度噶啦。而家就等工人去安装。咁呢一层嘅情况呢基本上都系一个叫做扇灰但未扇完。然之后呢仲有地砖系未铺嘅。咁入嚟俾大家睇睇。厨房呢度佢都黐咗瓷砖㗎喇。不过顶就仲未整。OK， 然之后我哋行出嚟露台呢度睇一睇。其实露台度呢都可以听到啲楼下工人去铲沙啊铲石嘅。因为工人呢分布得就比较散啦。就唔系话可以每一层都可以撞到工人，佢工程进度咧就叫做都系稍微比较慢少少。旧年嚟嘅时候咧，基本上就系材料仲未入啦，包括上个月过嚟嘅时候啲材料仲未入嘅，咁而家材料就入晒噶啦，就等工人去安装啊，去将啲手尾搞掂。啊，呢个洗手间，洗手间都黐咗瓷砖嘅。咁房间咧大致就系油咗漆啦。仲有呢个玻璃系做好嘅，再行翻嚟主人房嗱，飘窗佢每间房嘅飘窗咧，佢嗰个大理石都已经放咗喺度噶啦，就差安装啊。咁喺呢度望落去咧，其实都可以望到呢度，其实就系佢工人嘅一个宿舍嘅位置啦。OK， 然之后我哋再睇下另外一间房，难得俾我哋入嚟，今次咧就要拆晒，基本上咧睇到呢啲。有啊，材料啊，俾大家睇一睇，等业主放心少少。啊，呢边啲材料咧，全部都堆晒嘅。呢、这个系，哦，呢、这个都系木门嚟嘅。呢边咧都入咗水泥沙，包括其实佢成层嘅一个区域咧，都系厨房黐咗砖，仲有嗰个洗手间黐咗砖。咁其他程度咧都一样嘅，就铺啲水泥沙啦，就地砖未铺嘅。咁包括佢呢个墙漆就已经系油好啦。嗱、啊，呢边洗手间嘅。瓷砖都黐好啦，啊呢边就房间，咁房间咧可以睇到，其实佢仲有好多系未执好嘅，佢应该就先油咗第一浸油，咁仲有啲呢啲瑕疵啦，呢啲佢到时会重新再执过，执靓仔之后，然之后再去搞嘅。啊，每间房嘅进度咧，基本上都系油咗漆。但系咧就未油第二浸嘅，嗱睇咗啲漆其实都油到，暂时系未油到好均匀。佢而家咧就可能要等翻佢嘅材料到啦，之后再去油第二浸漆。咁包括呢个飘窗咧，佢个几嚿石头咧都系未铺上去嘅。OK， 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其他楼层睇一睇个情况咧。啊，咁而家咧我仲同子华啱先电梯就有工人去施工咧，就唔阻住人哋，我哋就行咗两层上嚟嘅。咁呢度咧就系20楼。二十楼咧可以睇到明显，佢个厨房呢度就整到好靓仔啦，地砖厨房嘅地砖都铺埋啦。嗱，咁包括佢上边咧，其实仲差吊顶，咁佢个风抽风口咧都已经搞好啦。啊，露台咧，佢呢边嘅露台嘅地砖都铺咗噶啦。啊，呢度铺咗露台嘅地砖。咁露台咧仲差咩未整呢？仲有当时呢度应该系送一个电动嘅晾衣架。就佢留咗线喺度噶啦，但系仲未装安装上去。咁房间嘅状态都差唔多啦，只不过呢边嘅区域咧就叫做佢洗手间系连地砖都铺埋噶啦。上咗两层之后，佢呢排咧就应该会先着重将呢个地砖铺咗先，然之后咧再去搞其他啲手尾。嗱，咁包括呢边都系啲飘窗台啲石啦，都系未安装嘅。咁上咗二十楼，其实呢一层咧就已经系。我觉得应该系开始从高往下搞啦，所以呢一层咧就会清洁少少，会比较整洁少少啦。嗱，咁呢一层咧都有工人嘅，有阿姨喺度做嘢。
我们看看这二十楼的其他几套单位先。啊，这边都是铺个瓷砖。那二十楼其实统一它应该都是铺个瓷砖的了。包括这个生活露台呢，这个主露台都是铺了这个地砖的了。现在又拆紧这个水压。啊，有压力比较拆水压。包括这个洗手间一样的，都是已经铺了地砖的了。其他几间的一个进展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差这个飘窗台未铺上去啦，咁仲有啲墙漆是未有好的。但呢一层的墙漆睇起身是光滑好多，已经是应该有咗第二浸㗎啦。咁我希望啦佢哋可以更加快咁将啲单位整好交付返俾我哋业主。而家我哋再睇下呢一层嘅其他几个单位。睇下右手边呢边。地砖就已经到咗啦，呢一间房。差地砖，差呢个客厅啊、饭厅嘅地砖未铺，咁呢个卫生间嘅地砖已经铺咗啦。仲有呢个主露台嘅，主露台嘅地砖都已经铺咗。今日天气都好热啊，希望啲工人咧都辛苦嘅，但系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快手啲，将啲业主、将啲单位啦搞好，交翻俾业主啊。嗱，咁呢度咧，公共區域呢個瓷磚，呢個衛生間嘅呢個瓷磚，仲有呢個地磚係已經鋪咗啦。OK， 咁我哋再睇翻最後一間房啦。因為我哋每層咧基本上就上唔到去啦，因為工人喺度做緊嘢，我哋只可以揀兩三層嚟拍。咁咧就揀咗一個18樓同一個20樓。咁而家睇埋20樓最後呢套單位。嗱，咁呢邊咧佢啲木門都係已經到咗噶啦，每一層嘅木門已經到曬噶啦。阿姨啊，听住歌啊，做紧嘢。咁呢间咧就地砖未铺，现在在铺这个地砖嘛。嗯。哦，嗱呢度系整紧呢个卫生间嘅地砖。现在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瓷砖先铺了，是不是？明天铺大地面。哦，明天铺大地面，听日开始就会开始铺呢、这个。主大地面啊，佢大地面嘅意思咧，就系将呢个客厅、饭厅啲地方铺埋噶啦，啊砖啦喺晒度啦。咁啊，工人分散得好，分得好散啦。佢每栋咧都有几个工人喺施工嘅，咁咧所以我哋入到嚟可能见到唔系好多工人，但系咧佢就分散开喺每一栋度去做嘢。OK， 咁我哋而家先落楼先，等下去睇一睇园林嘅环境。OK， 咁啱先都上咗去一栋嘅一单元啦，高楼层去拍摄，咁佢而家咧主要全力以赴咧，就系先将一栋一单元嘅先整好，然之后再整呢个一栋二单元，以此类推，咁样一栋一栋整落去嘅。咁我见到啦，其实现场咧都有工人有施工，但系工人咧就唔算话十分多，叫做呢次过到嚟咧，起码见到啲材料咧就已经系堆晒喺地面，系已经系一个准备入场去整嘅一个状态啦。咁咧其他栋数因为工程方同我哋讲啦，就话唔建议我哋上去，因为而家咧就比较危险。咁我哋咧就喺外缘呢度咧行一圈，俾大家睇翻佢呢个内缘咧佢执修嗰个情况啦。因为内缘咧其实佢一直都有啲清洁姐姐啦喺度维护保养嘅，所以见到咧啲草啊，包括啲卫生程度咧都系几干净嘅。啊，呢度咧就系当时嗰个喷泉，咁最开始嘅时候咧呢个喷泉都系有。噴水噶啦，咁呢排咧为施工工，咁到时入住咗之后咧，呢个音乐喷泉开翻嘅。啊，呢边系个喷泉，咁我哋睇翻，其实喷泉周边嘅啲绿化咧，都系维护得好好嘅。啊，包括啲灯咧，其实佢系有冇见到有个变压器喺度啊？佢都有装啲呢个夜晚啲灯饰喺度嘅。咁希望啦，希望我哋八月份咧，如果可以，八月份顺利收楼嘅时候，呢、这个内园咧会着翻灯啦，着翻呢个喷水池，俾大家业主咧去感受一下一个园林嘅一个美景啦。啊，咁前边呢度咧都有工人有施工嘅，但呢度咧工地就因为上边系比较乱啦，所以咧上到去都比较危险，咁我哋就唔行过去呢边啦，我哋行翻呢个会所呢、这个行一圈俾大家睇一睇啦。啊，今日落完雨咧，其实个空气都几好啊！呢边空气环境啊，各方面都几好。
相信其实呢个园林整好咗之后呢，佢嘅大体应该会系好靓嘅。咁呢度呢就会所嘅位置啦，会所位置嘅一个泳池。咁呢度会所，会所就而家未正式开放嘅，咁所以呢佢啲门都系关住嘅。呢个绿植你睇啲形状都收拾到系整整齐齐嘅，就唔会话系长期冇人打理啦，生得乱七八糟。咁目前我听到啲声呢，其实系一二三栋呢几栋呢整嘅一二栋。一单元同一杠一单元同一杠二单元呢边嘅工程进展咧，系会比较多工人嘅，因为首先先保障翻前边两栋交楼，再去整合翻后边。咁呢边都有声，不过呢边嘅工人咧就会相对较少啲啦。但系呢边嘅七栋啊，咁呢一边嘅花园咧，我哋系入唔去嘅，因为而家工地咧个未先竣工，就上边会有啲落石，就惊会揼到头嘅。咁其实有好多业主咧翻咗嚟嘅业主都会过嚟现场睇，其实都可以过嚟现场嘅。如果过到嚟现场咧，直接去售楼部。咁而家售楼部都有个销售喺度，可以问翻佢最新嘅进展啦。就算入唔到嚟，佢都会同你讲翻目前嘅一个进展系去到咩程度。咁因为今次咧，我哋点解会上嚟呢度拍片咧？因为已经收到通知，咁都希望每个业主，就算系呢个通知唔系话个个业主都收到嘅，系因为之前佢贴咗呢个大门口。咁今次上嚟咧，就为咗将呢个通知咧发俾大家，希望各位业主咧就耐心等待一下，因为佢呢个推迟时间就叫做系去到差唔多成八月份㗎啦。咁如果系有亲戚朋友呢未收到呢个资讯呢，就大家可以发一发俾身边嘅亲戚朋友啦，买咗恒大帝景嘅，俾大家放心少少，就唔使话佢成日諗住我5月31号会唔会收到楼啊。咁而家佢嘅通知就已经正式出到嚟啦，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耐心再等一等。咁而家呢就希望啲工人啦可以快少少将呢个工程呢就搞掂，然后将楼交返俾大家嘅。OK， 咁今期咧就到呢度啦。咁下期咧，如果有最新嘅进展咧，我都会再过嚟现场去拍摄一次俾大家睇睇嘅。OK， 咁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啦，下期节目我哋再见，拜拜。想关注大湾区最快最新嘅资讯，订阅我哋嘅频道，揿埋个钟仔，再顺手俾埋个 like， 分享俾身边嘅朋友啦。中影地产立足香港，服务大湾区，亦都是一直以来为我们大湾区的各位商务客户提供最极致的服务，令到每一位的客户可以融入湾区，尽显湾区福利。中英的理念呢，都是提供这个极致服务，帮助港澳海外客户呢融入大湾区生活的。足不出户落到楼可以找到中英，从买楼到办手续收楼啦、验楼啦、装修啦、托盘出租，我们是提供一条龙的服务的。感谢我们新澳客户的支持啦。那我们中英呢会继续秉承我们的极致服务，助大家融入湾区生活的。中英地产。